感觉这就马上26了，哦，已经要27了，就转眼就要30岁了。20岁和30岁有什么区别吗？嗯？你觉得20岁和30岁的区别是什么？我记得我20岁过生日的时候，就是。我20岁过生日的时候，应该是在上大学吧，就会跟朋友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如果那啥的话，还可以看个电影。然后因为宿舍要闭灯，然后就要早早的回去，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人为什么年龄越大朋友越少呢？因为每个人都要有每个人的家庭和每个人应该顾及的一些事情，这很难说。因为你要过生日，就也可能都已经不在同一个省份，也不在同一个地区。谢谢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反正我是这么觉得。什么？你们在干嘛？谢谢三岁，谢谢三岁，谢谢。你过了26岁生日，水逆是不是没了？哦，对，我水逆马上就要过去了，家人们。我水逆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好像是到23号水逆就过去了，可能这也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生日吧。我觉得生日过了，水逆也就过去了。Hello， 默默 ，Hello， 我只希望你能身体健康。但是我许的生日愿望里面没有我身体健康这个愿望哎。我从来不喜欢，我就是即便是去寺庙也好，或者去哪也好，或者是生日许愿也好，或者怎么着许愿也好，我从来都不喜欢许我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就觉得我是在按照我自己的命运在往前走，就是我的人生已经写定了，我只是在按照老天爷定下来的东西往前在走。所以我更希望就是让自己身边的人，让自己就是的亲人，就是爱人会更健康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更有意义一些。那么就这么过去了。哎，我昨天晚上写完脚本的时候就已经凉了。那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要许愿让你身体健康。哎，不要，我昨天过完，昨天写完脚本的时候就已经2点了，然后我在床房上翻过来覆过去睡着的时候，可能已经2点半了。然后因为我就在想那个脚本的事儿，然后今早上我起来的时候8点多，星星就已经不见了，星星就去健身了，我天哪，这精力充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家里多了好几束花，这很谢谢大家，真的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鼓励，还有就是。还有对我的批评和指正，我觉得就是我不是一个很佛系的人，所以可能导致我会做的很多地方都会引起一些，就是就像那个蓝莹莹一样，我觉得就像蓝莹莹一样，就是太想赢的人，肯定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会有核桃壳可以吗？会有很多人讨厌，我觉得。你看我穿筷子盒子怎么办？啥？没有，咱们家人都太逗了。我看他们有弹幕呢。谢谢。今天不卖东西了吗？
你要想买的话，你可以去橱窗，橱窗里都有。我们今天是送东西，但是你没有灯牌，你也没有参与的门槛，对吧？ 我也不怕得罪人，反正就是最起码我要先照顾到，就是一直陪伴我们的家人们，对吧？就这样还没照顾全呢，就这样。谢谢云哥，谢谢谢谢大家，大家不用送礼物了，大家我们就聊聊会天就好。谢谢云哥。这二猫问你视频看完，我昨天看了个开头，我昨天那个，然后我今天又跟星星，我们起来就出去了，然后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然后一直到8:50才起来的。我今天晚上我下播我就看。谢谢姐姐姐姐。没有，我看我空空发给我的视频，我看完了。空空发给我的视频我看完了，就是那个微博私信给我的视频我看完了。因为昨天那个。所以那个品牌方推我就很紧，我给他出了好几个脚本，他都说他不满意。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江郎才尽了，然后我跟星星去泡澡，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星星还说去泡澡休息休息，结果也没有休息，就是一直在想。但是我都保存到我的手机里了，就是所有大家发给我的，我都保存到手机里了。晚安，菲菲姐。晚安，一起看。好呀。哎，我真的后悔刚刚为什么要那么早抽奖。我觉得就应该剩下咱们直播间剩600个人的时候再去抽奖，对吧？我干嘛要那么早抽奖？因为有一部分铁粉要早睡。这么多，行，咱俩一块看什么呀？大家做的视频。觉得大家做的这个都可以发抖音了，就很卷，发了抖音赞肯定会超多。这个是番茄的，大家都知道是番茄的呀。今天是6月20号。那我知道豆包的声音。我也听到豆包的声音了。哇！这里是新疆桥坪92.9兆赫，我是你的旅游主播豆包。这个就是豆包的声音。今年6月20号到来之际，我们预祝脏脏先生生日快乐。愿他每一岁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有自由，有光芒。希望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星星来祖国最美的地方新疆。哇！看看这里的好山好水，
感受这里的四季。豆包是豆包是你朋友拍的吗？豆包好漂亮。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会。嗨博，我是子不归，祝脏脏生日快乐，希望你离开小然后新的身份，能让你过得更开心快乐一些。其实呢，你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喜欢的人，你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宝子，你声音那么好听呢。不要太紧绷，做你自己就可以了。祝你身体健康，也祝你早日家产万贯。你们星星的三生三世所有所劳，要是我吞了，祝你们能够早日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脏脏，生日快乐！祝你和星星一起生日快乐。应该睡觉了。愿你和星星如同梁上燕，岁岁年年常相见，千山万重不离不弃。张张心未来可期。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大家的歌干干生日快乐，和星星的歌长长久久。我是来自广州的爱你海巨的星星，祝你生日快乐哟！愿你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然后最好多吃一点鱼，实在是太瘦了。祝你情感更幸福美满的，常常出去旅游。那你广州这边疫情结束后，欢迎来广州这边旅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假猫，祝脏脏生日快乐，和他娘祝脏脏心长长久久，幸福久久。Hello， 脏脏，我是卤蛋。哎，卤蛋，生日快乐！很开心能够遇到你和星星，也很开心能够参与到你和星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不愿意用希望这个词来形容你们的关系，因为我相信你和星星一定会长长久久，直到永远。谢谢卤蛋，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爱你们。谢谢卤蛋。啊，呆呆发给我，呆呆发给我的那个，我看了，我啊感谢了，谢谢呆呆，谢谢呆呆的小的宝贝。哎呀，呆呆那个小姐姐。小姐姐的宝贝，脏脏、星星，你们好，我是云淡风轻，相信你们是一起看视频的吧？6月20号，脏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云淡风轻姐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ello， 脏脏，我是紫薇。Hello， 紫薇。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紫薇。星星要一直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的。你们不发口感，我很喜欢。谢谢紫薇。生日快乐，尹小姐，祝你欢愉胜意，未来可期。谢谢尹小姐。还记得这幅画吗？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亲手送给你们。愿你们健康在，爱人在，一起去看更多的星辰大海。双子座的玲玲，谢谢我，谢谢姐的视频我也看了。希望即将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你，谢谢夏儿姐姐，顺利。找一个喜欢的城市，一个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你所希望的美好，都会在等待中不期而至。谢谢。余生不长，愿你和星星千千喜，尽尽爱，多喜乐，常安宁。即使年年不见，也要岁岁平安。也祝姐姐年年不见，岁岁平安。Hello， 脏脏，祝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永远25岁哦。愿你和星儿长长久久，幸福美满。谢谢喵星人姐姐。送你一个寿桃，生日快乐。脏脏，我
脏脏小朋友你好，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天开开心心的。还有坤宝的麻烦，我是坤宝的妈妈哦，麻烦。脏脏，我是小甜饼。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甜饼，年年顺遂，万事顺意，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我在成都上大学，欢迎你和星星来成都旅游，可以看熊猫，吃串串。希望你和星星永远幸福开心，我们星辰会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的。谢谢。最后再次祝脏脏生日快乐，你是最棒的，愿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脏脏，我是楚楚，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可以无敌健康，和胖星长长久久，永远幸福，爱你们哟！谢谢楚楚姐姐。Hello, 楚楚姐姐，我不是胖星。我正在去上学的路上。Hello。感冒原因声音有点怪，你和星星子一定要注意身体。谢思思。九十不老头，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思思。脏脏星星，我是飞机想象。脏脏的第26个出场日期到了，在此呢，我祝脏脏，平安无疾，前程似锦。祝我们星星子幸福每一天，开开心心的最重要。拜拜，生日快乐！谢谢飞机想象姐姐。Hello， 脏脏，我是脏脏猪，生日快乐呀！愿你每天都开心到爆。谢谢。Hello， 都不是男粉。谢谢，谢谢妹子，谢谢宝子，妹妹豆。在这里，我祝脏脏生日快乐。谢谢美丽姐姐。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和星星一直长长久久。Hello， 脏脏，我是梦到醒来的梦，您的梦梦，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呀！希望你能够永远快乐，不止生日，祝你和星星能够一直平安顺遂的相伴到老，星辰呢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哟，要永远开心，永远快乐。大星星你们好，我是谢谢梦梦，然后今天在这里呢，祝福脏脏生日快乐，谢谢哈哈，祝福。你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认识你们几个月，我觉得挺开心的。反正就感觉从屏幕里面就能感到你们的幸福，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在一起，要开心哟！生日快乐，脏脏！谢谢。Hello， 脏脏，我是甜心。啊、oh ，甜心。有句话想对你说，但是苦于没有机会。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我想对你说生日快乐。谢谢天心。生日快乐，我是馄饨姐姐。馄饨姐姐，愿你和星仔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开开心心每一天。谢谢姐姐。 Hello， 大家，我是小耗子，祝你生日快乐，每天都要开心哦，和星星要永远幸福下去。谢谢。Hello， 脏脏，我是阿乐超工程，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和星星天天开心，事事顺遂。Hello， 脏脏，你好，我是花城，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心想事成。谢谢花城姐姐。大家好，我是脏脏，我是脏脏，我是祝脏脏生日快乐，谢谢。
谢谢豆豆，谢谢。祝张张生日快乐，愿你一切幸福开心。谢谢雨歇，真的很感谢雨歇。成都水寿比南山都老松，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未来会更加美好的。欢迎来山西玩。这是雨歇给你的第二个生日祝福。今天是你的生日，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你们的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早日拥有属于你和星星两个人的小家。最后呢，祝你们两个人幸福美满，长长久久，就这样啦，噔噔的，我们家狗狗。谢谢番茄，番茄辛苦了。是番茄他们一块做的。我就是觉得想哭，不是，我就觉得，你觉得不配，你觉得，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也很感谢能遇见星星。我很感谢所有。就是所有给我祝福的都很感谢啊，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大家露脸去拍这个视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还是特别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就是虽然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是觉得很感谢大家露脸去拍这个视频，就觉得就是。谢谢大家，我都不好意思就是感觉虽不能年年相见，但多祝他们岁岁平安。去年给你生日祝福的人跟今年的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也有重合的，也有一直都在的，对，其实大家也都一直都在吧，只不过是可能大家也有要忙的事情，因为去年是在疫情期间，有很多咱们的家人就是没有像今年这么忙，但是我是觉得，我有时候就是我刚刚就是特别想哭的，其实。就挺想他们的，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家人，就是虽然不能年年相见，就是祝他们岁岁平安。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在家里事情少一些，就会能一直陪我们的时间就多一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慢慢就好了嘛，然后大家就会忙于工作干嘛干嘛的。就很少在网络上去聊天啊干嘛的。谢谢大家。就是我一直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足够的强大，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强大不是什么体格的强大，而是说能够强大到就是不去怕流言蜚语，然后也能很好的保护星星，保护咱们的家人。就是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咱们家的人跟其他，我觉得跟其他就是跟别人还不太一样，就是咱们都很理智，然后也很就是团结，就是所以我就很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才是人生。谢谢丁秋，雨溪，谢谢你啊，雨溪。我还一直记得，就是之前静秋也一直都在微博被攻破的时候，微博那边出事的时候，就是雨溪一直都在。谢谢静秋哥，静秋哥，我把你我把你当成一年的姐姐了，我把你当一年姐姐，我才知道你是哥。后来，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会选，就是选。选豆包的声音放在最前面，我就还有 CC 真的很会选。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 CC 就在给你过生日，就是豆包声音出来了。谢谢加 CC， 谢谢我们家 CC， CC 也一直都在，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不可能说天天在，但是大家就是我觉得这里就是我们就是永远的大家庭，就是大家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忙的时候就去忙，你们觉得无聊的时候可以来看看我们，是吧，或者是都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就是随时都欢迎大家。豆包平时给我们发语音的时候会比较多，所以一开始那个视频我第一反应就是听到了包包的声音嘛，然后第一个就是包包的祝福，很温暖很温暖，就大家的声音都很温暖。嗯，谢谢谢谢谢谢，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宝子，我不就谢谢谢谢头人妈咪，谢谢头人妈咪也陪你过两个生日。对，要，哎，其实，我为什么一直叫头人妈妈是妈妈呢？就是因为头人妈妈说话的声音，就是谢谢不醉不归，谢谢头人妈妈说话的声音就很像妈妈，特别特别的温柔，然后一讲话就是暖到你心坎里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从一开始一年多前就很喜欢叫头人妈妈。谢谢宝子。是不是吓了大家一跳？是不是吓了大家一跳？是不是吓大家一跳？对不起啊。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喜欢做老好人，其实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咱们家发生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我，因为我不会做一个老好人，也不会做一个烂好人，就是去我真的做不了，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是有自己的性格在里面，我会对于某一件事，它是黑的它就是黑的，它是白的它就是白的，我也为我这个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是就是这个事我还要跟星星说一下对不起，就是可能也让你无端的承受了很多的被骂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我从来都不去看那些骂我的私信，我都不看，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在做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装是永远装不久的，我觉得任何人装是永远装不久的，就是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就是我一直就是能明白我想说什么，我明白，就是你会被很多人误解，你明白，也不算是误解吧，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会有矛盾是吧，会有摩擦，但是就算是就是很多骂我之前的就是喜欢咱们的人，他现在骂我也是很感激他之前曾经喜欢过我，但是就是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我就是黑的是黑的，是白的就是白的，对吧，我不会两边都，但是我说的误解是大很多人以前骂你是说你在什么 PUA 我。我不会，天哪，我真的不会，这不是会不会的事儿，就是从大家以前我给大家上那个爱情小课堂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应该发现我只说一点，他情商比我高多了，我从以前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你们要懂得爱自己，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爱对方然后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你不管有多爱一个人你一定要有自我，因为爱你的那个人他一定是喜欢原本的你，而不是喜欢那个没有自我的你，所以你一定要活出自我，然后再学会爱自己以后再学会去爱别人，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 PUA 我，就是别人误解我哥可能感觉我哥在 PUA， 其实完全没有，我是一个灵魂特别自由的人，
就是为什么我跟家里，我为什么我会当初会选择出柜，当初会选择离家出走，当初会选择跟家里就是摊牌，包括到最后就是我都告诉警察说我告诉警察说这个是我的爱人，因为我就是一个灵魂自由的人，我会做一切我认为是对的，然后我想做的事情，前提是我没有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但你也不能让我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不可能。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没有任何人可以 PUA 我，我的灵魂永远都是自由的。我一直跟我哥说，哥我好爱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但是我爱你我不会没有自我，这是我一直都跟我哥讲的话。然后我今天还收到了，总是会在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去年星星过生日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你是说今天那个微博骂你的人吗？对，其实我也不想解释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我没做错，我就是没做错。我不管是就是有多么的激进，但是我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在保护星星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永远是不自私。他说我把我的父母接过来享受，然后却不把星星的父母接过来。我当然是想把星星的父母也接过来，前提是他要接受我们。而且我妈在这里真的不是享受，咱妈早上起来干的是什么，一天下来她基本连停都不停。妈妈在这里是照顾我们生活，而不是过来享受。对，而且妈妈跟星星完全不，星星跟妈妈处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她跟我妈的关系远远超过了我跟我妈的关系。我就觉得她说的这些话我都不认可啊，我觉得我不可能因为你说这些话就改变我自己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早退网了，我之前被骂成那个样。妈没有跟星星假客套，妈会跟星星因为一个事情去争论，然后他们俩会在那里争论，然后星星就告诉我，哥你就不要参与进来，对，你参与进来这个事情就变质了，你只要参与到我跟妈的，就是他们会因为第三个人和第三个事去争论，然后星星就不让我参与进来。我说好，我说我不理你俩，因为我跟妈的关系会更好一点点。其实因为在妈妈那里我哥这个人比较严谨，妈妈平时在我哥这里就是很少跟他聊天，也不会跟他谈心，包括母子之间的交谈都非常非常少。我和妈妈平时聊天比较多，就是我会和妈妈在我们俩什么都聊，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我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时候，我俩就是能面对面的在那里聊半个小时这个问题。然后我哥要过来插嘴，我就说，哥我说你不要过来插嘴，我说你也不要说我是对的，也不要说妈是对的，我说我们俩在讲这个事情呢，我说你走远一点，就我们俩就是那么聊天的。但我会很害怕他俩，哎他俩是不是在吵架呢？不是，人家俩就是在聊天，就是在交流。我跟你都不会吵架，何况是跟妈。就我特别喜欢我们家里的氛围，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家就是理是最大的，我们家道理是最大 的, 道理是最大的。我就是不是你不是，可能我觉得骂我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家是这种父母最大，年幼尊卑是最大，但是我们当然也是尊敬妈妈的，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理就是最大的，不可能说长辈说这个事情要这么做就这么做，不是我们要先一起坐下来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可能关系真的是不太一样，就是社会关系不太一样，家里的相处关系是不同的吧。你像我们家就是道理最大，就是如果妈妈让你做，好比妈妈让你去吃这个鲜花，而且就不是，就是像咱妈前段时间非要在那个什么什么买那种保健品，我就跟星说不、啊、这事就不行。然后星说你别去熊妈，我去跟妈讲，然后他就爸妈就我们就说通了，然后就完事了。就没，我跟妈面对面聊了半个小时，我跟妈就是在我们俩就是道理最大，谁说的道理更能让我们俩信服，我们就听谁的。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对这个保健品进行阐述，就是你说这个保健品吃了以后对身体好，然后他为什么身体好，他的成分是什么，全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是这么一直聊着的。这个是在一个在我面前就是他俩聊这种专业知识，我反正真的相处得很愉快，就是真的退
就是我之前特别钻牛角尖，就是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误解我。后来我就觉得释然了，因为每个人确实经历的不一样，你未经他人苦就莫劝他人善，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吧。就是我就觉得，就像我家，就像我的原生家庭的那个和你的原生家庭是不同的。在你的原生家庭里，你们家道理最大，而且，但是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我们家谁说话都不管事，只有我父亲说话管事，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不同。嗯嗯，其实我很喜欢你家的那个氛围，就是大家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会坐在一个桌子上去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是错的，就是道理是最大的，就很开心啊！这一家人可以因为一件事情去争论，然后。就不会说谁拍板就板上钉钉了，就没有，就那样的话，人生活的会很就更远，就是更有意思，我觉得。就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80后或者90后当了妈妈或者爸爸，他们现在也很开明，就是不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没事，就让他过去吧。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我都可以承担下来，就是我只希望就是就之前会有很多人就是一开始认识我们可能会被误解，但是后来我觉得也就算了，如果他这么轻易的就被他人的言论去误解的话，就可能我觉得就是没有缘分吧，就是。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们都住一起了啊？跟妈妈住一起了吗？我柠檬不是宝子，你宝子好久没来了。你们在聊啥呢？怎么都要跑他家住去啊？怎么都跑宝子家住去啊？谁啊？就各位宝子们，你们为什么都要跑他家住去啊？谁啊？谁家？不醉不归呀、啊？不醉不归不是在北京有房吗？那次咱连谁来？他说他北京有房，不醉不归说就跟谁没有一样。哦，咱说、哦、在说合作呀、啊。这个问号就很灵性，就是谁有房？我们 ？No， 铁铁，我没有，是这个意思吧？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吧？哦，想去我们家隔壁，我。哎呦，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很愁的慌，我们还没想好要住在哪，要搬到哪个地方去。哎呀，我们都快愁死了，我们俩还没有找好定居的城市呢。很愁的慌，哎。刚刚那些事情搞得我就是，这会儿心里就是难受的不行，然后这会儿跟你聊会儿天又好多了，刚刚可想哭了，一直忍着。我以前因为总是在直播间哭被骂，然后后来我慢慢变成熟了，然后慢慢就不在直播间哭了。我以前真的觉得直播就是表现自己平时真实的样子，因为我从一开始直播我们俩什么都不懂，我们俩那时候直播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就直播就是做我们俩自己，我老是在直播间哭来哭去的，因为我平时私下里就很爱哭，然后哐哐被骂呀那时候，然后我哥就说你别看私信了，我为什么从来不看微博和 B 站的私信，因为都很多人会骂我，所以我都不看。所以现在我一般在屏幕里我都不会哭，但是我私下里跟我哥相处的时候我还是很爱哭，你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哭，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做思想清洁的人，我就哭一哭然后心情就会特别好。知道了一些。我真的就是让星星说的，我以后想要把自己的这根神经放的再松一些，不要太紧，还是要过好生活，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压力好像有一点大。谢谢嫩嫩，嫩嫩晚上好，你好嫩嫩。谢谢佩奇，
等我哥小哥更新，今天不让他更了，明天吧。我看看，待会儿要睡不着的话，我就去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分不清这个界限。脏星说的特别对，然后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对对，然后其实我特别希望星星能够无忧无虑的，我总是觉得就像我在实验室待着一样，我多做一点，可能我因为我还带着师弟师妹，他们可能就会能少做一些。谢谢洋洋，谢谢洋洋姐。然后我。但是我从来没有 push 过星星，我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知道了，同仁妈咪，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来不及啊。啊，为什 么？为什么他枯萎了？我就拿出来一会儿啊，就很烦。没事，明天把它做成干花。你今天你过生日。星萌妈妈到现在都没睡觉，哎，快睡吧，星萌，你这个点该睡了。其实咱家就是咱家谁有空谁来就行，咱们不用这个抽奖吗？还抽完这四个咱下播吧，行吧？然后咱家真没日历了，真没了，再整个四个就800块钱，来吧，就是咱们还是粉丝团四级以上的，粉丝团四级以上。然后就是刷礼物，然后我姐刷小星星就行，然后什么都可以啊。来开始，五四，你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啊，五四三二一，慢慢的，快点，五四三二一，截图。参与过的就没有机会了。哎，是不是参与过了？静秋和长树，静秋是不是有过了？静秋哥，你是不是已经有过礼物了？哎，我看一下。静秋哥，你是不是已经有过礼物了？静秋没有。没有。那个还有谁啊？静秋和长树，我长树我看一眼，我看到了，都是四级以上等级牌。长树和静秋，长树和静秋私信一下我们家的客服。私信一下我们家的客服脏脏，不默默，哦，私信一下我们家的客服默默，就是这个是一瓶芦荟胶，一瓶玻尿酸原液，然后两包我们家的零食。来，下一个，来了，准备了啊，五、四、三、二、一，谁呀？啊。蒲公英和喵星人，喵星人这个算吗？他是出来一半儿，也算嘞。喵星人和蒲公英，恭喜，今晚上就结束了。咱们家喵星人和蒲公英，私信一下我们家的客服默默。谢谢大家。抽完了，今天的晚上都抽完了，这抽老多了。这得多少钱啊？4000多块钱，加上日历。20个，4000多，4000多块钱，那日历40多一本。哦，我们下播了，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过生日。等一等啊，我去完洗手间回来。你要去完洗手间回来？等我一下。客服在这儿，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呀，不对，已经四个人了。刚刚不是抽了两个，这个抽了两个，这不四个人吗？不对。不是熬到四个人，那我有点熬不动了。谢谢大家，这已经一年多了，谢谢大家一年多的陪伴，谢谢大家，番茄对西红柿，谢谢大家。谢谢。下播吧，
谢谢。谢谢咱们家姐姐们，谢谢咱们家的哥哥们，谢谢我们家的宝子们。你们下播了，谢谢啾咪，谢谢，拜拜，谢谢。快点给我一个，这你的礼物都没有给到我很到位，快！就咱们家的未成年人退下，未成年人退下，生日快乐。写了，走了，拜拜，晚安，拜拜，谢谢大家。